在杰丁谷六年以来最值得我回忆的就是在去年我们团参加了南马区精英赛，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彩排还是表演的那一刻我都难以忘记。比赛结束后我们很幸运的获得第二名。最好只有更好，这也象征着我们的四大精神进取。对于我们团来说，其实比赛是其次，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赛只剩下31天，无论比赛结果如何，在这31天里，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为了这一次的比赛，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会加油的。